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，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径。青年的素质和本领直接影响着实现中国梦的进程。古人说，学如弓弩，才如箭竹，是学问的根基就好比是弓弩，才能就好比是箭头，只要依靠后世的见识来引导，就可以让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。学如弓弩，才如箭簇。原点出自清朝的文学家袁枚写的《御诗品·上石》。学如弓弩，才如箭簇，十一领之，方能中乎。释义：此句讲的是才、学、识之间的关系。学问的根基好比弓弩，才能好比箭头，想要射中目标，还需要后世的见识来引导。